少年 KTV 敬酒变斗殴，五人倒伤送医。一群青少年挤爆急诊室门口，来关心被刀划伤的朋友，但警方也出动来到医院，担心少年演变为大乱斗。一名丁姓少年和朋友今天凌晨在基隆 KTV 唱歌，巧遇了认识的人，就到别间包厢找朋友敬酒，结果少年跟包厢里其他人一言不合互呛打了起来，对方以多欺少打他一个，混乱中有人拿出小刀挥砍，四个人受伤，地上还留有血迹，送医后幸好都是皮肉伤无大碍。你们这样动不动就吵起来打起来，又一起闹到医院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突发中心齐龙报道。